5月20日当天，加大亮与王源、杨超越、董力等在北京工体某日料餐厅聚餐。杨超越妹妹真是人设不倒，在饭局期间只顾着吃，沉浸在日料的美食之中。如果说杨超越人设不倒的话，那王源可真是让人大跌眼镜。在吃饭期间，王源一直烟不离手，频频吸烟，吞云吐雾，看上去很是驾轻就熟的样子。虽然加大亮没有出镜，但是王源的对面似乎也有烟雾飘出，想必王源的对面是贾乃亮了。在看到王源抽烟的照片之后，有网友表示，虽然吸烟没什么，但是王源吸烟还是有一点影响，对他形象而言吧，没有喷的意思，路人意见，不要杀我。其实这名网友发言很是中肯，或许对于寻常人来说吸烟没什么，但王源至少是正能量的青年偶像，抽烟对于他的形象会有着很大的影响。随着王源吸烟照的曝光，不知道他的形象是否会受到影响。曾经的乖宝宝王源，如今却抽烟驾轻就熟，粉丝们能接受这样的王源吗？